回国参加这个，看到大家非常非常高兴，希望今天大家都快快乐乐，这个下棋啊。我们长兴杯已经面临20届，我们在这里代表全国棋界，要对林海峰大国手还有林文博董事长致上最高的谢意。比赛能够办了这20年哦，然后看到大家都有这么大的热情，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选手的棋龄啊，应该都超过30-50年以上。看了很多长辈今天在这边，我想不只是下下棋，我觉得是见见老朋友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日本的女性下棋的风气也很也很盛行啊。各位能够，比如说自己的夫人啊，或是小孩，有女孩子的，就教他们多下棋。在棋盘上放的比较多，欢迎大家一起下围棋，欢迎大家一起来下围棋。